嘉怡、亚萍。Hello， 欢迎滚滚周公。那我第一次来，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？好。他这里写禁止进入参观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这边是百货公司，那为了让大家有很好的环境打球，所以我们会禁止入内参观。第一次听到有球馆是这样。对。那这边的话有什么特色呢？这边是我们的美式餐厅。现在这边播的都是比赛、体育台。体育台，你可以边吃东西边看。所以有一点点运动吧的概念哦。对。没错，也有撞球桌、飞镖、飞镖。你们这好像有点夸张哦，打篮球。打篮球，真的很酷哎！第一次看到保龄球馆里面有篮球场。那球道区的话是在这边。这边，对。打这一道。对。我看到了很感动的东西。来了。不会吧？滚滚珠光来到滚吧，对，说那么多还是要打一下吧。在这之前，记得订阅滚滚珠光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收到滚滚珠光的最新影片。好啊，怎么弄？你按一下，这是平板，没错。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一般球具，tamping 的 ，tamping。对，那第二个呢？这个是为小朋友设计的，它是 easy game。有五个，那一个都是一球而已。对，那的它没有实算的加分，也没有实倍的加分，它就是照你打出来的分数去做计算。哇，真的打了20年保龄球，没有玩过这种东西，我想挑战一下这个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1278，可以啦。哇！耶、yeah! ！我也第一次看到保龄球有包厢，真的。全台唯一，看一下，哇，环境也太好了吧？对。哎，这边的球道跟外面的球道颜色不一样哦。颜色不一样，会有夜光模式。那夜光模式打下来的那个灯光非常漂亮。可以冒昧的请问一下，包厢怎么计费吗？平日的话8000是两个小时，假日的话一样两个小时，但是9900。那带您介绍一下我们几个特色的地方。好啊，好啊。你们这边有设一个防护的东西？有一个护栏，保护我们的百万名车。哦，百万名车，所以这台很贵的意思喽。很贵。现在这台油车啊，是 Brunswick 最新的 A22 的，然后它 A22 有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有线的，一种是没有线的。然后我们这台是没有线，无线，无线。所以就是在九道，它就自己去打油了。没错，它比较特别的方式是，这个有39支的喷油，可以让我们想要练习什么油脂，我就让它喷什么油脂。听说你们这边除了球道是用好的之外，连后面的机器也都是全新的。没错，那你准备看看。太棒了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我们走。有没有跟你以前看到不一样？有，我以前看到的没有这个亚克力的保护。我以前有听说过，那我想考考观众，就是我们一个球道的机器呢，它有几支球品？观众来猜一下。那给大家一个提示：10支、20支，还是22支，还是24支呢？那答案我们请梁教练来帮我们揭晓。因为我们想要让球品跟机器运作的比较顺畅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放22支。观众们答对了吗？是22支哦。的顺序会比较顺畅，所以它10支打完之后，我们还有另外12支在上面做运作。你10倍打完之后，你不用等，它10支已经排好了，因为它有多余的2支让它一直轮替。OK， 好，那跟观众分享一下，22支呢，就是它这个机器设计的一个模式。如果多一只少一只的话，它的运作模式都会比较慢的。谢谢你们，那我赶紧练球一下，好，面对待会的比赛。好。谢谢，谢谢。各位观众你好，我刚刚已经去收拾行李，然后我想一想，还是来垫垫阿航好了。
哇，你不知道我专门是电高手的吗？还没电过我，我不知道。哎，那我们就打打看。好 ，OK。好。无法影响你。你确定你是回去收拾行李，不是回去练球吗？热身一下，跑回去收拾行李，热身一下。好。不是真的吧？节目效果，人家第一球打十踹，我第一球洗功。哇！剪接一下，再让我的，剪接一下也是个十踹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！失手，哎，球道故障，十号比他不假，感谢，我们这个比赛是很公正的，选手如果说有状况的话，一定要及时反应。哎，国手解释一下，如果说像这种情形啊，你发觉瓶子没有齐，你上去打了，对，然后解到了，这样怎么办？要挥手，然后叫裁判来跟他讲，摆十号瓶上去。哦，那如果你没有观察球瓶，你就打了呢？通常我都是一直先看好球瓶有没有摆正确或摆好，我才会上去打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手的责任啊，搞不倒啊。我操！我有帅到有帅，没球有帅。我觉得我的脸是真的垮掉了，这不是做效果。我觉得球道那么安静，很像在打那个盟主挑战赛的感觉，不习惯。是有点像是那种观很多那种国外比赛，100多个人在看一个人打球的感觉，转播了的感觉。对，刚刚好你今天打盟主赛的时候有转播嘛？先预习一下。插棒。我觉得对我还算是蛮客气的，没有，等一下我一直打滑掉。所以像左边的球品啊，对。你也是用直球在解吧？对，我通常都是选择用直球，就是我觉得比较稳，对我来说我比较稳定。对，这个是教练有讲还是你自己的经验？我自己的经验，这是教练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如果出国比赛我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，就用直球来进攻就可以了。就是分数会比较稳定。所以第二球原则上只要是留下一支瓶子，你就是用直球。对，我通常都是用直球。对。我觉得这个经验跟我的经验也是类似的，因为有时候你在不一样的球道，你不知道它到底会跑的板数变化怎么样，所以用直球解是最基本功，也是最稳的。对。哦。它这上面还有全导率跟辅重率。犯规。虽然解到了，这时候要请裁判帮我把分数消掉。我怎么这么认真呢？收我吗？加油！喊下去就没打到一三了。这个是被观众影响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自己下没有准的。好，如果被观众影响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举手。盟主赛的时候，如果有这样的观众，请检举他，把他赶出去。
还是有点怕那个会滑出去。阿哥，你打是觉得说是转折点，你觉得抓不到在哪个地方，还是你打这个球道的感觉？我觉得是自己还没有适应啦。你是不是刚刚练太累了？是，所以有一点。你来之前我就先练两个小时半了。好，然后两个理由补。好可惜啊，我觉得我需要换个球。OK， 这个理由不错。他其实是想要帮我们表现一下，说适应球道不行的时候就要换球。对。我也要换球啊！欢迎欢迎。换球成功，换球有单。像刚刚那个情形啊，你是换了怎么样的球来面对这个情形？因为我觉得我刚刚换一开始用的那颗球，我觉得它是尾巴比较少，但是它落前面。那我换的这颗球，它是后面能量会比较多一些。嗯，对，因为我刚刚在打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球一直转折没有很稳定。嗯，对，会有点打滑，所以我就选择拿强一些的球哦来进攻。对 ，OK， 那所以你就是选择手感手势尽量不要去动，用换球来解决。对 ，OK。这球好像下的不太一样啊。对，我这球拇指稍微拖的速度慢了一点啊。对，所以有点偏出去了。就对，有点往外打，但是还在那个阿苏比里面。对，空间这边蛮大的，用这颗球打。一样三球一三，为什么我中间有个是七十？带了一个七。三长两短指的是木板，三片长的加上两片短的，就是棺材。所以三长两短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就代表说万一可能会需要躺棺材。所以三长两短是对棺材的意思。哦，可惜。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，因为你前面是帅嘛。对。那像这种情形的话，你是选择会拼球，还是多解几支来加分？我会选择三支来加分，因为我觉得拼球要是其实，五成是运气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宁愿多加分啊。OK。对。就考验一个选手的抗压性，要赢就只有这一球了。到底我就输。我觉得我有点危险。你知道我刚刚在你来之前在哪里呢？给我踩下，在这边练球吧。没有，练球不是打赢的关键。我在机房。这球打往内了。对。
是因为你上一球打歪了，所以有刻意修正。因为我刚刚有看着你的路线是比较里面，我看的是感觉比较里面一点，在九块板那边，所以我想说试你的路线看看。哦，对，你确定你是要试我的路线，还是要告我的路线？这不愧是十年的老球皮呀、啊！接球我有点压力。好球。又换回来，是你对这个球道还是想要去抓一下它的特性？对，我有点抓不太好啊，它的感觉。对，那这一球我打的就角度再直一些，换了球试试看。对，因为其实我刚打的路线的时候，我觉得比较靠近一件后面的转折区，感觉比较打滑，所以我刚才把它往里面打一点点，然后我发觉那个地方比较稳定。嗯哼，就是大概在八块板那边。对，我觉得那边感觉比较安全，它回来的球的作动是比较确实的，在外面它感觉会稍微晃一下。嗯，说那么多，我现在见名就死了。其实分享一个观念，我觉得在这种时间，就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打到一三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点没有打到都有点对不起自己打球打那么多年。打到外面了，不好意思。是不是很不服气？感觉有一点，有一点不服气。我们应该还有一点点时间，要不要用哪一个游戏来上诉一下？你也没玩过，没玩过。解技术品，我都可以看阿恒哥。我赢的人，我好意思说什么？这样子，解技术品。好，这有五球机会，好的，五战三胜。好，好，比赛开始。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玩，因为我每次看到球评一升起来，我脸都绿了。这比自己开花还难受。哇哦，哇哦，我有吓一跳，我有吓一跳，我有想说有好东西可以出来。好吧，那就被动的等着被打。其实这个 host 就是跟篮球是一样的游戏，就是我做了什么动作，下一个人就要做一样的动作。换我下，有点厚，有点厚。哎，好，男的好了，随机。哎，选了一个我擅长的，真不好意思。打后面压力还蛮大的。哎，选了一号九号，一号九号，没有，好，有有吓到，对对对，你也吓到了，又吓到，哇，很稳的，很稳，很稳，好棒，哎哎哎哎哎，哇。这个好了，好，心机男呢？关键时候掉链子，哇！他男的还可以再换的，嘿，我的优势来了，一十，一十吗？耍什么吧？有了有了，为什么？换我挑吗？嗯，这你有信心？二号、八号、十号，
没有，我不是我有信心，因为你现在 miss 三个，我 miss 两个，所以我们一起拖我一起死，就我先死就对了。对对对。难怪他刚刚说打球最重要的是心啊。我刚是想要降大，因为我其实看国外他们其实都是削薄过去降过来。对对，我有听过国外就是这个用力打，然后打中间它是有一颗星可以回来的。对。真的要被心机鬼打败了，我得先想好战略。哎，又换我了。这个三号、四号、六号。这个我们状况不好的时候也是会留这种东西的，对对对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哦，我有吓到，我吓到。哎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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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甘拜下风，甘拜下风。恭喜 Andy 获胜。反击成功。对，其实我是希望你可以带着那种胜利的感觉去明天去马来西亚，对，然后顺利为我们爆出一座盟主回来。好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非常开心。那也觉得滚棒的这套系统真的很好玩，还不错，可以玩很多东西。对对，我下次练一练再来挑战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悠悠打法，溜溜球打法，高转速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一定要怎么甩？对对对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还有更多保龄球影片推荐给你。